那么方便为究竟心，大众是你们的福报是特别大的一群人。为什么呢？你们今天可以遇到一个日月的名师张老师教授你们今生成佛的法要啊，你们呢也在实习，实实在在的在学习和修炼这个法要。但是我们的父母呢，我们的兄弟姐妹呢，我们的儿女呢，我们过去去世的父母呢，我们认识的亲朋好友、至交好友呢，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福报？今生张老师在的时候，他们也来求法，也来修一个寄身成佛的方法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今天地球上有77亿人，你怎么样77亿人里面，这个张老师只会讲中文，他们又不懂中文，怎么样这么大的一个族群来这个来修学寄身成佛法呢？是不太现实的。说是这个时空转变以后，2024年离卦运，这个是中宫，就是整个180年的最后20年的天地盘转，迎来了一个新的时空，这个叫离卦运。我们从这个2024年会正式转盘进去离卦运。离卦运一个特点就是众生灵性的觉醒。最近很多这个生癌得癌症得各种重病要死的人，这个死之前希望跟师父见个面啊，见面的目的就是委托师父救度他们，他们死了以后能不能救度他们。欢迎点赞留言分享弘扬正法，广结善缘，功德无量。